哇，十字弩是不是？哇哇哇，好可怕！十字弩怎么一直在跟敌人？我操，他在端走。哇，他要跑了，不行不行，别想跑，别想跑！哇，我操！哇，别跑别跑别跑！哇，损好少！哇，好硬好硬！哇，怎么打不死啊？四十八发，有这个这个是吧？哇哇，这个不跑圈还在这边攻击我，这安全太远了啦，超远呢、欸，超级远！哇，这一圈已经很毒了。好，我试试看可不可以跑到啊。欢迎收看我不磕拿铁频道，今天去玩什么 FIFA， 我要活下去。好，这一场我要挑战用足球正妹米莎来挑战这一场。好，我们来开始吧。好，这一场的部分呢，我希望可以玩 SVD 加 MP40。 好， SVD 的话呢就是一把连狙啊，等一下我空投的话我尽量捡空投啊，现在空投几率捡到 SVD 的几率还蛮高的，它是一把连狙。好，一开始部分呢，我先飞，好，这边直接下降落啦，直接拼一波吧，圣淘沙。我觉得这套真的蛮正的，这套服装不错。这套服装是用我在超商抽到500钻买的，对，这套算蛮便宜的啊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好，来咯，看一下有没有敌人。诶，有一个，有一个在上面，我看到他前面。哇哇哇，等一下他先拿武器。好，我先飞下面这边。好，先收东西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不会吧，只有手枪 M500。 好，先拿这把。哇，危险危险危险了。哇，没武器，没有大武器，只有 M500 手枪流吗？哇，糟糕了，不过拿大把我就死定了。哇哇哇哇哇， M500 是不是？他在上面，听到脚步声。他下来吗？我看可不可以暗杀他好了。哦，可是他应该在我在这里耶，在哪里？哦，要下来吗？哇，声音好近，先走一下。你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哇哇哇，后面！哇哇哇哇哇，十字弩是不是？哇哇哇，好可怕，十字弩！哇，人家拼一波。我打赢了，打赢了！哇，凶呢！哇，他现在在练十字弩是不是？好，声音再大声一点，怕听不太到。哇，刚刚我看到十字弩的那个弓箭飞过来，哎，哇，原来十字弩他，因为我没有遇过敌人这样射过来的。好，我先捡一下这个箭好了。我怕我们其他敌人，刚刚射好别的敌人，好，先小心一点。哇，他是只哦，他只有十字弩而已啊，难怪跟我一样，我拿 M500打赢十字弩了。好，我先捡一些子弹，我先拿 M500好了，没有别的武器耶，这边怎么贫穷啊？好，我现在看下面就没有敌人。三级菇，二级菇啊，这二级菇先吃，最终先收收看好了。因为这场的那个飞机，它是直接飞这个圣淘沙这里，所以敌人会比较多一点。哇，等一下，我先整一下装备。哇，没有拿什么，好，我先留一点东西好了，我要换武器了。我不要玩十字弩啊，玩那个，敌人。有敌人，哇哇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，没时间装装备了。哪里？右边，右边。哎、欸，怎么不见了？他跟我在绕圈圈吗？人去哪里了？出来哦，兄弟，是哪里啊？好，先偷捡东西。他在外面是不是？哇，没有包包哎、欸，可恶！
这哪里啊？怎么一直在跟敌人？我操他，他也在蹲走。哇，被墙壁挡住了，他怎么死那么少血？他防装很高是不是？我打他怎么才十几滴而已啊？哇，刚刚前面子弹被那个挡住了，哇，不知道会不会进来？好，哇哇哇，好，我先补满。这哪里绕圈圈就对了。哇，今天敌人很难缠呢、欸。这哪里啊？他在外面绕圈圈，他不进来，等他要进来拼枪。好，我先，我看到他，我看到他，哇，卡住，卡住，卡住，哇，啊 ，OK OK， 打赢了，哇，吓死我了。哇哇哇！哇，装备不错，装备不错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兄弟，谢谢啊，感谢你啊。哇，吓死我了！哇，这有时候这个听的时候，你会不太知道敌人在哪个位置，有右边跟左边。像我常常就是直播的时候啊，我都以为敌人在前面，其实在后面。所以后来我现在就练就，就是我觉得在前面的时候，我就要先看后面有没有敌人。好，先补满血，增一下装备。好 ，OK， 现在目前这两把可以啊，这两把要活下去是比较没问题啦。MP4 的话，我就是近战拼枪用啊，然后 Scar 的话呢，我就是中远距离就用这把，因为现在有四倍镜了。等一下缩圈了，我看他们东西要拿，下面东西可以拿。好，补包，好，就先拿这个，要缩圈，赶快跑。哇，图圈来了，拖太久了。哇，这场东西好难收哦，没收到什么东西耶。好吧，先拿这样补包六个。下来这是第一圈啊。哦，太好，水陆两用车，大白鲨号。先吃一下这个。EP 吃香菇好用啊。第一圈的时候可以帮我挡一些那个毒圈的损血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。有人攻击我吗？为什么？刚哎、欸，有在攻击我吗？有两下狙击枪是不是？我车损了两滴血了哎、欸。好，我先走，好，我先走好。敌人是在后面啊，好像有其他敌人。好，等一下我停下来看看。我先开到安全的地方，看看有没有人。好。看起来没有人，我来看谁在偷射我，是谁在偷射我、啊？哇，不跑毒圈就对了。没有啊，哎、欸，没有看到人。哇，那这是谁在射我、啊？可是刚刚损了两次血、欸，这是汽油桶啊！啊，毒圈来了。哎、欸，好奇怪哦，今天这场超诡异的。好，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先走，哇，他有什么可以捡的？手榴弹。哦，车厢应该没有卡住吧？可以，好，可以。好，先跑，先跑。哎、欸，香菇。好，等一下哦，三级菇。先吃一下三级菇。只要有香菇，我基本上都会吃啊。除了如果是决胜的时候的毒圈，我就不吃了，因为这样我损血会损太快。好，先尽量开到安全区吧。大家先确认有没有敌人啊，小心一点。现在敌人还有18个人，好，蛮多的。我要先看可不可以看到空投啊，因为 SVD 的部分呢，现在主要只有三个方式可以拿吧。如果经典模式来讲啊，空投可以拿到，再来就是藏宝图跟空投信标这三个方法，基本上是三个方法。然后有空投的话，我就看可不可以等一下会捡到空投。等一下先确认有没有敌人啊，因为有时候直接冲空投蛮危险的。飞机场那边好像可以，好，先冲下去看看。哇，这高台有时候会躲敌人，要小心。没有看到蓝卡，这平常我是不太开这一台的、啊。水陆两用车，如果遇到会玩的玩家，容易被打死，他会容易爆头。好，这边应该没有人吧。好看可不可以拿到 SVD？ 哦，有，太好了！好，直接换 SVD 的话是用步枪子弹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直接拿，赶快走。
前面有敌人，我看到他了，左边吉普车那边。好，我们来玩一下 SVD 吧，看有没有跑过来，他跑过来，爆劈吗？哇，高手高手高手，这个很会跳，这个高手，这个是会玩的。因为有些玩家比较新手的话，他不会边跑边跳，这个是会边跑边跳，表示他还知道躲子弹。好，没关系，来吧，冲过去，冲过去解决他。哇，他要跑了，不行不行，别想跑，别想跑！哇，我操！哇，别跑别跑别跑！哇，损好少！哇，好硬好硬！哇，怎么打不死啊？48发。给他拼一波！哇，终于打赢了！哇，这个玩家很硬哎！哇，三级防装啊，难怪这么硬！哦，这个高手啊，致敬一下，兄弟，你强，蛮强的！哇，又有敌人 ，AWM 吗？在哪里？先走，先走，先走！哇，狙击枪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！哇，拜托，剩40级。四滴血，先闪，先闪，先闪！哇，这把不是卡98K 就是 AWM， 超痛的。我先找安全的地方。好，从这边外面好了，圈有可能会缩这里吧。好，这边还蛮安全的。好，先躲一下。如果遇到狙击枪的话，我都会先拉远，然后看敌人在哪里。因为他已经知道我位置啊，所以一定要先走离开那个地方。哇，冲锋枪没子弹了。好，我现在小心。哦，敌人。哎呀，哇，我差点死掉。哦，糟了，我现在那个设定我忘记调成开镜精准了。我现在是预设，预设模式其实狙击枪的话我是不用预设的。好，等一下我来调一下。冲锋枪子弹，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，好先拿。还有什么装备？好，先拿这样。我先整理一下装备。哇，预设模式很麻烦，就是说，他今天开枪的时候，他会辅助瞄准到敌人的身上啊，所以你要爆头的话瞄更高。如果瞄很没有瞄很高的话，他会去瞄身体。我刚刚差一点就死掉了。还有什么装备？好，先拿杖好了。哇，可是圈不是说我这里欸，好远哦。好，先跑好了，我先赶快跑安全区，不然可能会死掉。我先调开镜精准啊。预设的话呢，玩狙击枪不好，我狙击枪都会用开镜精准。哇，又有敌人。哇，怎么不跑圈？哇，先躲一下。哇哇哇哇，哇，好准好准。哇，这场真的是打得很辛苦啊。我还是要讲一下，现在 Free Fire 玩家都很强。真的，整个水准跟实力都起来了，所以未来我期待电竞赛你们的表现啊！我是不会参加电竞赛啊，因为毕竟我是拍攻略而已。对，我是期待大家未来可以组团啊去打电竞啊。然后我这边的话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可以为各位播报转播这样。哇，完蛋了，赌圈来了！我先看可不可以知道他位在哪，上面，对，这个是吧？哇哇！好，我先回血。哇，这个不跑圈还在这边攻击我、啊，我好像补包可能不太够、啊。哇，这个安全太远了啦！哇，这样玩有办法玩吗？补包大逃亡是不是？好，这是补包毒圈流，这个包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我先回一下血。他补包吗？有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好，我多拿一些补包。我现在只能够拼拼看了，不要放弃啊！还没死之前都还可以再冲一下。哇，超远欸，超级远！哇，这一圈已经很毒了。好，我试试看可不可以跑到啊？现在敌人该跑掉了，赶快冲，赶快冲！哇，可是我现在单现在在附近啊！我现在先不要换武器，我不知道是在附近。等一下哦，再补，我再补。哇，快死掉了，赶快赶快
我多吃几个。哇，很远呢，这真吃都爆掉了。这叫补包毒圈流啊！如果吃鸡的话就帅气了这一场。哇，现在不能，我要赶快走了。前面有台黄金比目鱼三轮车，黄金比目鱼是我帮他取的名字啊，他其实是三轮车啊。好，靠他，靠他，靠他，上上上上上，帅帅帅帅帅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会不会死啊？好可怕哦！哇，冲啊冲啊冲啊，差一点点了，希望不要要敌人，差一点点了。OK， 哇，进圈了，我活下来了，哇，吃超多补包的哎，哇。这个应该玩福特才对啊，因为我这个角色没有电团的防御力啊，我没有选电团。现在赶快上去好了，好，先到安全区，先到安全区。哇哇哇，还剩下四个敌人，太惊险了啦！这个毒圈太可怕了，补包毒圈流吃鸡吗？好，如果这场吃鸡的话，我就叫补包毒圈流吃鸡，狂吃补包冲毒圈欸。后面，刚是他吗？哦，我先把他，我、哦、炸他出来。哎呦，这树挡到了，他死掉了。又换一个敌人在这边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一场真的是高手如云啊！在哪里啊 ？SKS， 刚好是 SKS 击杀吧？赶快走！刚刚他好像这个好像是拿 AWM 吧？先走一下好了，我不知道他位置在哪里。没有补包，我现在只有四个补包，刚刚吃一堆补包，决胜哦，剩下三个敌人。好，我要玩 VS SVD 啊 ，SVD， 有人在这里，有人开枪了，有，在这里吗？有看到人，有看到人，左边有一个，等一下，这个先杀。OK， 击杀！我现在用开机精准，所以我可以自己瞄。没死，差一滴，看可不可以炸到他。还有两个敌人，炸不到，太远了。好，等他出来，等他探头。哇哇，好，等他，等他。OK， 吃鸡！哇哦，这场好惊险哦！太惊险了，这场真的蛮惊险的，又要冲毒圈，又要狂吃补包，哎，哇、wow, ，OK， 最后成功用 SBD 吃鸡了。好的，今天这一局呢，我觉得玩的蛮精彩的啊。好，那今天的游戏呢，攻略就分享这边游戏影片，然后后面我会继续教 Free Fire 攻略的情报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喜欢，也可以把我影片分享出去给你朋友。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喽，拜拜。